各位同学，我许卓云，今天呢，我也介绍一些我希望大家看的参考书。92岁人给你们鞠躬了，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是诚恳的，但心底里面说的话。今天的世界非常复杂，也非常多事，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，就不能牺牲人格了，我们什么都可以丢掉，不能丢掉自己。进入这个变动快速的环境，第一批卷进这大浪潮，你们是开路人，我是赶不上了。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应该自己负起道义上的责任，救自己就是救国家，就是救世界。我愿意尽我之能替中国人呼唤，唤醒许多的梦，唤醒许多的错。我最近高手慢力，我的左边的麻木，外侧的麻木愈来愈显著，这个更是不好的事情。92岁随时可能完蛋的，我就觉得要赶时间。我该做的事我不要耽搁，尽量做下去。这几年来是做的是不少事情，我也愿意做，都希望尽我的余年帮助我们年轻人身心而安顿。这儿吧，右边吧。师傅，我们进来了啊。徐老师您好。你好，好久没见了。我在那个脱口秀上看的。谁讲你呀、啊？谁在讲你？说不洗头的。你瞎说的。你好，徐老师。谁说的？这是谁呀、啊？您状态很好，对对。您上次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坐轮椅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你是2019年，2019年4月，他是2019年的年底，开始情形，所以我们这几年相当挣扎，那到现在，当然很厉害。我们这4年相当的挣扎，也就最近吧，比较好一点。不止他在挣扎，我也在挣扎。他挣扎很厉害。我有那个耳石移位，哎呦晕的嘞。我妈妈也有。呵，你这功夫真不错啊。举重他练出来了，胳膊没有肌肉，他这头上不太重，可是这么长的杆儿都前面重了重了。哎，我今天给你们烤了蛋糕啊。好，待会儿吃。你看我今天多能干，今天老师给烤了个蛋糕啊。待会儿没好好把它拍下来。拍蛋糕吃。好呀，没吃过哈，我没给你们做过。行，那我们待会儿吃。做吧。好，师母，我先跟老师先聊。哎，你们先做吧。好好，那还是您想坐哪儿？徐先生。先生啊，哎，咱们坐这儿可以吗？这次我要扶着，我扶桌子走。好，没问题。重量这个自己扛不扛不住，除非拿我的棍儿拿来，那个也是不舒服。那不用，那不用。你就那里好了吧。好，你这一天坐在椅子里到晚上啊，真累，这不动的累啊。李先生帮您带个麦克风好吗？好，行。这个可是任人摆布啊，把手都穿进来了。不好意思。说说您最近这个新书吗？对，写完了。对，这个前后花了多长时间？我改了6次，有时候我脑子变了，晚上一睡觉起来变了，前面一张重来过。我写书很少就一次不改的。我手不能写字了，就这两个指头可以用。所以我现在很怀念我手写的日子，晚上想到一节了，起来趴下写，现在是不行的，差很多很多。看你写的题目的问我的那种的心情，我这一年两年的心情是不好，但我的瘫痪是个问题，两年之内慢慢愈来愈坏。
骨头和肌肉融合了，神经没法制衡，痛了痛得一塌糊涂，逐渐逐渐脚不能动了，也不能提起来。我除了坐在椅子里，就拿棍子撑着。我床上有个吊车，像吊猪一样的，从车子里吊上床，从床上吊到车子里。对，那一段是岁月，到现在也三年了，倒不怎么难过。最近难过是看着世界的局势，实在难过。情势越来越坏，美国和中国的对立，还有呢，尤其叫心里一直挂心的痛的是大陆和台湾。一个是我生的地方，一个是我长的地方。这种情感如果情绪很不好很不好，身体就大受影响。每天晚上，尤其最近，京剧的心，瞎了的心，就等于年轻的时候，天天就放着轰炸，不轰炸的时候也惊醒，恐惧的心，92岁，随时可能完蛋的。我该做的事，我不要耽搁。尽量做下去。我记得4年前您跟我说要为长民写作嘛，其实您这3年其实通过讲话各种都是在跟长民在交流嘛，而且是个很大规模的一个，是，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？您跟他们直接交流，您就会觉得自己这些思考是的确帮得上他们吗？还是觉得可能也是有非常多的障碍？我想障碍是一定有，误解也有，甚至听的人故意曲解我，涂黑抹黑我也有。我跟他讲，我有这个机会跟自己同胞讲话，有什么不对啊？我为我的听众们这设想啊，我保持跟听众对话的机会啊。这几年来是做的是不少事情，我也愿意做，原因什么呢？我总觉得中国列尽苦难，这个痛伤啊，在3代人的心里啊，今天的青年人啊，这人已经什么本钱都没有了，变成是，我为他们悲痛。我现在跟他们讲话，我理解他们也悲痛，他们悲痛成惊慌，他觉得不对。是我这几年的功夫，我最大的中心点是放在和他们关于利害以外、金钱以外还有什么，有人，有你自己，中国以外还有什么，还有外国。过去是对外国是惧怕，是厌恶，惧怕也罢，羡慕也罢，都不可观呐、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想想？最后这本书我就特别在说中国为什么特别，全世界哪个国家在一个州里边占了最重要的一大片，但中间的画的自然界限，两条河两条山，山不高河可以渡，这中间都可以合在一块儿，
这个没有别的国家可以有这便宜处，而我们中国这么大一片，特别的地方是每一个地区的融合，你进来吧，进来你一百年两百年消化掉了，谁认不得谁是匈奴，谁也认不得领导那个鲜卑，而且自己发展了一套不靠上帝靠人，上帝就是我们人的理念，而不是人向上帝降服，向上帝降服以后有人假冒上帝来骗你的。所以我拿盘古这个传说啊做个解比喻，人家的人是上帝造的，中国的人是个巨大的人叫做盘古，在他深深里边，山脉就是骨骼，河流就是血液，眼睛就是日月，毛发就是树林，而这个化成一个个小的他就你我，所以宇宙跟人是一回事。这个比喻很好很好，盘古的比喻，这个就和上帝造你天地是对立的，这个特色跟欧洲完全不一样。中南美我们不知道它的历史，因为被西班牙人烧掉了，北美的历史新的历史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可是很不幸走向坏的结束。美国的问题是他一直以为他二战击败了德国，那欧洲挽回回来他功劳大得很，中国话里边讲晋国做霸主的时候，赵家的前面开宗的那两个，赵衰是冬日之温暖的，赵盾是夏日之难受的，美国自己他老记得冬日之日是他的特权，他就拿着特权叫你夏日去烤死你，你还非得听我不可。那您觉得美国现在是夏日之日，那中国是什么呢？少年的躁动期。我这可见这个少年当年是个躁动儿。我是希望中国要拿着躁动儿躁动期过去成熟，至少有一点我已经看见好的地方了。现在人都吃得下饭来了，吃下饭来以后人已经开始自尊心了，也开始很清楚的觉得人跟人应该平等了，这跟过去不一样，过去穷人他没信心，这个今天你没看见。好，没有，徐老师您喝点水，谢谢您啊，谢谢。今天你不会看见有人躺在地上冻成个冻死，跪在地上问你给他一毛钱，践踏自己，今天没有了，这个已经了不起，使得人可以不因为肚子饿而卑鄙，不因为肚子而饿凶恶，这好的起点。下面我们要做的是要知礼，知礼什么？人跟人之间的对应相称平等互惠的关系，我们要长明过这日子，顶头是天，扶弯着头看着地，这种人是我的给人间观的观念，就是希望这种情况出现。我们不怎么做的，孔子说天命是降在不是王者上，是在人的人间。孟子说最可贵的
道德，恻隐之心，仁义礼智，都是在你本心里边的。你看看山水画的井旁边，你不是他亲戚，不是他朋友，不自觉的，你自动的会拿他抱过来，摆得远远的，或者吆喝说：“哎，你家的小毛啊，小心点儿，他一直在爬。”你不求他父母称赞你，不等来人奖赏你，你自然心里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孟子举这种例子，有许多都是自然心里出来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就构成了后来中国的儒家一直追溯的地，往里追溯，往里走，就找你自己，里边自己找出来的秩序，是个理性加感情一起在的。中国历史上这么多人物，那您觉得您的内心跟谁是最呼应的？最触动的心里的人啊，苏东坡。为什么呢？怎么讲呢？苏东坡心胸很宽大，他的心里饶有天地之间，他是不主张没收的，但他看见王安石的霸道的帮我做，他不愿意。还有范仲淹，他的瑜伽傲，他的城上看着老兵守城，心病在哭的念家，月光之下羌笛吁吁的响，他那个悲痛，他岳阳楼记里头，在朝我忧老百姓，在野我忧皇朝廷，先天还是忧而忧，后天是乐而乐。范仲淹这话不是口号，而到最后最了不起的是，他创立了主产制度，小共产，我的主力互相一个社会救济，这个很了不起。从他以后，这个就变成南方都会做的事。我祖母会带着族里边的所有的年轻人，春天养蚕，全族里边的穷困的、艰难的、鳏寡孤独的，都有一定的捐田。这个制度，江南很普遍。我一再劝说，就是社区性的社会福利制度，老有所终，幼有所养，亲密度。可以维持社区自己的安宁和和谐。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，我们隔壁端个水果给我们，说你们吃点水果，坐着聊聊天。现在没了，20年的时间哎。隔壁如陌路啊。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想问你，比如说过去一个世纪，就是几十年，基本上是一个乌托邦瓦解的一个，而且我们对乌托邦有很多的警惕，就是它是充满了灾难。但对您来说，有一个乌托邦的存在，对一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人安宁不至于寂寞，人是聚集的动物，人不是孤独的狼，人不孤独，就见贤而思齐，因为人家群众的眼光叫你改变。你可以选择若干程度的隐退，
但你不能逃逃避你的责任。在二十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有那种花果飘那种哀叹的感觉，无力的感觉。为什么在您身上，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强的一个 motivation， 我要去做什么？第一是战乱之中一无所有，一无所靠。我们居然能够读完书，个人情形不一样，但是都可以说一句话，说我的事儿不是在书房里边而已。在后来我有台湾的舞台可去做，感到一个有大事情可以投入，做着真不想到自己。而当然两岸之间可沟通的时候，而我自己每年会去看考古，新的考古的成就，别人在书上看见，我在地上看见，地底下看见，但我也尽了我的力，向考古界的同仁主办培训，别处考古的假设如何，技术上如何，得到成果怎么样，怎么样解释，可都告诉他们。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没地方用，这个就不会有花果飘零之感。那一代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我们某种等于缺乏主体性、缺乏自信的一种状况嘛？对。而且您这代是在他们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吗？那您觉得我们是可以很快就走出去了吗？或者说怎么面对这么一个状况呢？我的看法在2000年代是中国很重要的转型期。2000年代出来念书带回去，说实话有超过一半是空的。绝大多数没有深入，绝大多数没有在海外做过真正的集体研究，或者一个大的学术社会里边大家的互相砥砺、互相切磋、互相批评。那一段人回家空卖空，后来是没有本钱站起来。能够站得住的人很少。那么现在我不能说在衰退，我看见在改，看见年轻人的渴望，所以我舍了。老骨头散了也无所谓，我舍了。但是我不愿被利用，所以要诓我怎么样，我不愿意。那您现在回顾，您93岁了，那您现在回顾过去还有什么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呢？但杯不见九州同啊。别人可以不懂不被九州同，我在抗战那边长大的人，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的。七八百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，3000000-4000000的人被杀，我不知道，不能忘，忘不了。尤其因为在同乱时期，我们农村住过，城市住过。你惨，对，最近好久没哭了。最近忙别的，来不及想这些了。我舍了，我要埋葬在家乡
我们买了坟地，碑都刻好了，就在父母旁边。父母走了就吩咐，我对他们这个承诺，可能是将来我们会回去的。我想念我父母，在我想念之中，他们没死。虽然这个时候无灵，但我宁可相信他真有灵。我宁可相信我梦里见到的父母是真在那儿。我宁可相信母亲摸摸我的背，痛不痛？摸摸我的脚，说这里差点药吗？这个是一厢情愿，但这宁可相信四个字，你懂的。那您现在想起来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哪段时光？最有创造力、最开心、最绽放那种感觉？我创造力，我，你看我这学问不是创造的，我这学问是累积的。以我生活而说，我个儿子带他玩儿，跟孙子跟他讲故事，跟他一起看电脑卡通片。最快乐时期是我自己看见了曼丽，一个不是天上给我，而我自己两个不同人碰到了一起的，这是最快乐的时期。